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啊，斯坦威非常罕见的型号 A3。斯坦威的经典型号啊，这个 A188，早在这个1876年就开始做了啊，1872年开始研制 A 这个型号，那时候是185的长度，到了这个直到这个1878年的时候啊，1878年的时候把长度啊拉到了这个188，那么。A 这个型号正式的设计定型的年份是在这个1896年，1896年之后出的这个 A188 啊，就基本上都是什么88个琴键了啊，然后这个铸铁板啊也都定型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期间很有意思，斯坦威有一个单列的特殊的型号，就是 A3 啊。怎么解释呢？在这个1910年开始啊，从1910年开始，为了这个。当时是满足一些这个音乐会的这个需求，就是有些小剧场的需求啊，他就想要一个要比 普通的这个 A188 低音感觉更好，然后更能够适应这个专业演奏需求的啊。那么斯坦威推出了一个长度193的弦啊，那么这个钢琴呢，只要是稍微这个长度拉长一点，它的整个这个铸铁板啊，铸铁板的这个角度啊，包括制造工艺啊，都要重新的变。啊，就不是说你拉一点，你把壳拉长了，这个铸铁板音源部分全要动，全要改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当时 A3 一推出呢，哎，效果比普通的 A 一下好不少，但是呢，这个价格比 AU 普通的 A188 贵不了多少，所以呢，这个对当时这个 B21 这个型号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啊，就是说很多本来想买 B 的，但觉得一谈 A3，哎，跟 B211、193 跟211的差别其实感觉不是很大。那么价格又比211便宜，所以那个时期193的这个 A3 还是挺受欢迎的，基本上都是接受定制啊。那么这个 A3 呢，在1945年的时候就不做了啊，就是你在1945年之后就是买不到这个斯坦威的 A3 了，就停产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只有二手行当中很罕见的，偶尔能遇到一台斯坦威的 A3 啊。这台琴就是停产之前做的，1943年生产的啊，然后白键。是象牙的，黑键是乌木的啊，然后又经过了这个日本的重建，基本上损耗件全部都换新的了啊，非常非常的难得啊，这琴里边就这么一看跟新琴差不多，193的长度，非常非常的难得啊，1945年之后就不产了，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录过这个 A3，但是数量很稀有啊，我印象里。我们蓝牙钢琴在这台 A3 之前就卖过两个 A3，其中有一台是路易十五风格的 A3，那么这个这还有一台就是那台应该是这个20年代的，好像是20年代的有一个 A3，它那个也卖掉了，很快就卖掉了。这个是刚到的，1943年的这个 A3，好，声音非常棒，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啊。Thank you.
声音非常非常的棒啊，这个非常有古典这个的韵味，就特别适合弹古典乐。同时呢，由于这个尺寸偏大，然后低音的这个效果又非常非常的好啊。好，A3 非常非常难得，是斯坦威所有型号当中啊，算产量最少的一个型号，也是一个绝版型号。1945年之后就不做了，比普通的1188弹起来感觉更好，尤其低音的效果更震撼啊。然后这个价格基本上跟普通的 A 也差不多啊，尤其二手的几乎是没什么差别，但是呢，又比普通的188的感觉更好啊，这就是 A3。反正往常就只要是在二手行当中收到这个 A3 了，不管是国内也好，就主要是在国外的市场啊，还是非常畅销的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这些详细的内部状况。来，首先看一下里边非常非常的新啊，型号 A 是 A3 啊，长度193的，番号315266啊，1943年生产的。从上面一看，这个弦基本就跟新的一样啊。它换了哪些件呢？这个弦轴钉，所有的这个弦轴钉全部换成新的了，弦枕泥是新的，琴弦也是新的，钢板不是新的，钢板就是以前的，这个钢板重新啊已经做了喷漆。音板也是以前的，钢板和音板都是之前的。这个外观很漂亮，这个外观的木材也是很稀有的那种沙比利木，斯坦威的 logo，可能是看不太清了，斯坦威的 logo 在这儿。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木材的颜色跟这个 logo 的颜色已经很接近了，你看的不是太清楚。乌木的黑键，象牙的白键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琴打开看详细的内部状况。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，斯坦威不是德国钢琴，是美国钢琴。1853年在美国纽约创立，所以所有的斯坦威上面，不管是美国产的，还是德国汉堡产的，都有 New York 的标志，纽约的标志，因为这是一个纽约的钢琴啊，纽约的品牌。来，我们把这台琴的基线机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。可以看到机弦机是全新的啊，全新的机弦机。这个琴锤还是绿内衬的啊，专门用于这个专业演奏级别的型号的。一般来说，普通的这个 S155、M170、O 或者 L 的180，包括 A188，用的都是那种红芯的啊。然后经过重建的，很多都是这个B 级的啊，B211啊，或者 D274 啊，采用这种绿芯的锤子啊，这是一个真正可以专业演奏级别的这种斯坦威啊，而且是红木琴锤。整个机弦机里面都是新的啊，很难得。这个锤子的个头也很大，德国 Able 的琴锤这上面都有写。这琴也是刚刚翻新好的，如果是新琴的话，普通的黑色的 A188，90多万，普通黑色的。那么这个二手的，像这种重建过的价格也不会太便宜，因为这个 A 这个型号，别看长度188和 A3 和193的，它的价格要比180的这个 O 或者 L 贵了一截啊。所以说追求性价比的话啊，就是只想要斯坦威的牌子，你就买 O 或者 L 180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是想买 A 以上的型号，这个预算就要适当的增加啊。好，那关于这个琴呢，就先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儿。